这是无锡源头渚景区，是5A 级景区。我们已经入园，正在前往源头渚码头，从这个码头坐船去到太湖仙岛，观看那里的风光。啊，就坐这个游船，这个白的游船，我们就坐这个游船去太湖仙岛。我们已经上船了，看船上的人，这么多人还没上完呢，马上就要开船了。看前面那个岛子吧，上面有个小塔，那个就是太湖仙岛。已经开船了，现在不是旅游旺季，人也不多，很好，而且很清静。对面这个船就是从太湖仙岛返回来的游船。